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啊！我系 Hugo 啦，咁啊都好耐冇见啦，大家咁都差唔多半年冇拍过片啦。咁喺度先同大家讲翻声2018年快乐啦。咁啊，喺今条片度将会同大家交代翻到底发生咩事，同埋系咯，今日每年都会拍翻一条嘅年度影片啦。咁呢条都当系2017年，唔系今年啦，已经喺2017年嘅年度影片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因为拍呢条片主要都系想交代翻发生咗咩事，所以就唔出啲咩画面啦。如果大家冇兴趣听嘅话呢，咁亦都欢迎呢揿翻我交叉或揿翻我上一页嘅。咁啊，唔好意思啦。咁喺度讲翻先啦。咁其实呢，都半个月冇拍片呢，其实系有想发翻片嘅。咁其實到底發生啲咩事呢？咁啊，後半條片再講噶嘛。其實都唔係後半條片嘅，簡略講下呢半前2017年前半年發生咗啲咩事先啦。咁喺2017年前半年呢一段時間嚟講呢，我自大啲咁講啦，我覺得自己好偉大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其實我呢2017年前半年呢，我投放咗好庞大嘅时间、金钱、精神、心机等等等等等等等嘅元素咧，落咗喺 Pokemon 比赛入边。系搞比赛啊，唔系参加比赛嗰方面。咁啊，开会啊、design 啊、倾嘢啊、谂嘢啊、倾嘢，即系倾合作啊之类之类咁啊。咁啊，都有好多唔同，识到咁多唔同嘅人啊。咁啊，最后咧就喺3月啦、4月啦，咁就喺新蒲江嘅 Mikiki 商场就搞咗2场嘅 Miss Season 比赛啦，非常大型啦，喺商场中心度搞啦。然后6月就发生咗，应该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件2017年最大型、最重要嘅一件事啦。点解咁讲？因为佢可以呢件事系绝对系可以用嚟总结我2017年做咗啲咩嘅。咁就系搞咗呢一个 Hong Kong Pokemon Open 啦，香港公开赛啦，宠物小精灵嘅。咁就大家如果唔知咩事，可以喺我 channel 度抄翻条 vlog 啦。咁啊，嗰次绝对系我2017年所有嘅时间、心机、心血咧，投放晒嘅一件事嚟嘅。尤其是前半年啦，嗰基本上嗰一两个月咧，就全部时间都系攞嚟筹备呢一个大赛、呢个大 event 啦。咁啊，当然喺入边都会学习到好多啦，认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啦。咁啊，嗰次真系几开心嘅，搞得。咁啊，然后就隔多6日之后啦，就到咗呢个6月17号啦，就去到一个 Hong Kong Pokemon Regional 啦，咁啊由任天堂主办嘅，咁啊我就协办啦，就唔同 Open 咧，Open 就我系算系主办嚟嘅，咁啊都喺 Regional 就负责协办啦，主要就系负责呢个游戏实况同旁述嗰啲嘢咯。咁啊过咗呢两个 event 之后咧，咁啊就好好咁样总结咗我嘅呢个2017年前半年嘅生涯啦，咁啊。系放咗好多时间 Pokemon 度啦，搞咗啱啱提及过嘅4个 event 啦，2场 Miss Season，一场 Open，一场 Regional 啦，系一个非常之 Pokemon 嘅一年嚟嘅呢前半年。咁啊，过完呢前半年之后，就基本上就到咗呢个 Pokemon 嘅优赛季啦，或者可以话世界赛嘅一个季度啦。咁啊，除咗世界赛就冇其他嘅比赛啦。咁然后呢，就基本上就喺香港嘅我就。即系冇嘢要做嘅，咁我唔需要飞去美国去世界赛度帮手，诸如此类，我净系需要负责睇嘅啫，或者有可以嘅话可以做转播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大家都清楚啦，我系冇一个网路资源咧去做一个直播转播啊，所以一路都想做，但系做唔到，就非常可惜啦。咁当时其实就发生咗一啲事啦，咁啊，我嘅好朋友发生咗啲事啦。咁就唔评论，我唔评论嗰件事件啦。总之发生咗一件事件，咁就导致之后呢，其实就好多网络算唔算网络欺凌呢？之类嘅嘢啦，啲网络上嘅一啲攻击啦、抨击啦，咁就俾佢嘅应该系啦。跟住呢，然后呢，咁就香港嘅比赛嘅主办人啦。亦都放棄搞呢個香港嘅 Pokemon 比賽，因為佢覺得咁樣非常之大壓力，同埋佢嘅新工作關係啦，咁啊
咁啊，總之佢就冇辦法繼續保持落去啦。咁佢就希望想將成個比賽嘅交棒俾我，因為佢都見我今年幫助佢好多，咁啊有能力去勝任呢一個即係搞比賽呢樣嘢啦。咁其實我老實講，我開當初咧都係硬着頭皮上啦。咁就老實講，我開頭係諗住，本來係上年年中之後咧就轉翻咗個玩家咧去玩比賽，而唔係搞比賽嘅。咁啊，但係冇即係遺憾地係青黃不接啦。咁佢想退任嘅同時，可以交棒嘅嗰一刻交俾我咧，的確係比較合適嘅。咁啊，當然交棒俾我之後啦，跟住咧，然後咧，亦都因為啱啱我提及到我朋友受到種種嘅一啲網絡抨擊啦，我唔評嗰件事已經係對與錯啦，總之係佢受抨擊嘅之餘咧，咁我受到連帶關係咧就抨擊埋我，咁啊當中就批評我唔少嘢啦，話我偏私啦，講好多無中生有，有憑無據嘅嘢啦，我都嗱老實講，我搞比賽絕對公平公正嘅，都唔係搞一日嘅，第一日搞嘅。其實嗰次係咪先？只係我變咗做最搞比賽最大一個啫。我由主辦單位其中一方變咗主辦人，係啦。跟住呢，但係就亦都因為咁呢，就受到好多唔同嘅輿論，好多不實嘅消息，不實嘅評論。跟住嗰段時間大壓力嘅。非常大壓力，嗰啲壓力大到唔簡單啊！佢唔係單純一種 haters 嘅咁講，嗰種係絕對係一種網絡欺凌嚟嘅。我話俾大家知，我大壓力到我唔夠膽再喺 Pokemon 嘅場合出現嗰一刻，嗰段時間，我想放棄，即係你明唔明？我都叫做搞咗 Pokemon，負責幫手即係參加咗呢個 Pokemon 主辦，即係舉辦都2年啦，嗰時年多2年。點解我要做啲咁嘅嘢？其實我都係想大家玩開心嘅啫。即係我點解要搞呢個 channel？點解我做咗咁耐？我點解當初入 Pokemon 寵物小精靈世界，香港嘅寵物小精靈世界樹？點解我要搞 YouTube？點解我要幫手搞比賽？好簡單，真係為咗即係。即係講落好似係，前呢條片之前咁所講，我講到自己好偉大啊！係有咁樣話我自大咁樣講。但係我真嘅，我係本住即係想大家一齊玩 Pokemon 玩得開心嘅一種心態去做所有嘢，跟住然後。你好努力，好努力付出，仲要你本来谂住自私咁样退出唔搞比赛嘅时候，跟住一个责任揼埋嚟，你要负责孭埋香港比赛，因为嗰一刻你我嗰刻我系嗰时面临咁嘅情况，如果我唔接任搞比赛嘅话咧，就香港唔会有人搞比赛，咁我系逼住搞，咁亦都想大家又可以有机会玩比赛，咁我接咗任嚟搞。跟住好啦，好努力咁样搞比赛，做好多唔同嘅嘢。跟住我受到嘅系一啲网络嘅抨击，受到系好多嘅舆论。嗰下好辛苦啊，就即系你话做好，当你想即系好矛盾。你想做好人嘅時候，但同一時間會受到輿論受到抨擊嗰下，其實對個精神係好大壓力，所以我最後決定放棄咗。我將搞比賽嗰個責任，我想講我時好不負責任，我推卸咗俾 Erin，一個非常好嘅人啦。佢而家好努力咁搞比賽，好多謝佢。我。即刻 shut down 咗呢个 channel 啊！我嗰时觉得好唔值得啦。嗰时我觉得我为咗一啲，我服务紧一啲会抨击我嘅人，我喺度令紧一啲会抨击我会伤害嘅人开心，我为紧佢哋提供一啲
资讯娱乐，但佢哋会伤害我。我个系我变咗咁样谂，所以点解我就呢半年嚟我都冇拍片。咁啊，当然我系唔冷静啦。我都明，即系好多咁听到呢度嘅人，一定系支持我先听到呢度，系咪先？都中意我嘅系咪？咁我都睇翻最近 YouTube 嘅留言，我潜咗水咁耐，大家嘅留言系多谢大家嘅。咁我未死，我仲在生，我只系潜咗水啫。咁亦都冇好好咁交代事件。咁系啦。咁啊，依家冷静翻啦，放松翻啦。咁我曾经讲过呢个 channel 咧会无了期暂停营运，直至另行通知嘅。咁、那个暂停咧都未停完嘅。咁就停到几时咧？咁啊，停到我想拍为止。其实我最近啱啱片头都讲过啦，我系有啲想拍翻片嘅。咁啊，都因为一嚟睇到大家啲留言啦，同埋。单纯系一个我嘅兴趣嚟啦，我哋当我自我满足又好啦，喺度讲下我自己个人感受，好似呢条片咁样。Anyway，咁啊，咁暂时都会未谂住拍一条，即系正式重新拍翻 YouTube 嘅。咁大概直到几时呢？有几个因素呢，可能会令到我即刻拍翻片嘅，就系、是、我屋企嘅上网会有改善啦。咁啊，應該喺呢半年內會發生嘅呢件事。咁到時可以拍多啲直播同轉播俾大家睇嘅。咁另外就係題材啦。咁大家有玩 USUM 都知啦，呢只係一隻好爛嘅遊戲嚟嘅。咁基本上，如果我拍嘅話，咁大家都唔會想睇，係咪 順帶一提啊，我玩 USUM，我用赤面龍一隻加咗一隻灰，加咗隻唔用嘅灰甲鳥啦，兩隻蟲咧就過咗通咗關嘅。咁啊，幾開心嘅玩得，同埋好耐冇試過咁樣玩 Pokemon，因為近5年啊，6年嚟呢，我玩 Pokemon，我基本上都係對住個 camera，對即係拍片嘅啦，基本上，所以好耐未試過自己一個唔係拍片情況下，自己一個 enjoy 只遊戲，咁係另外一種感受嚟嘅，咁各有各好玩啦。冇咁辛苦，冇咁忙碌咯。但系当然拍片有拍片嘅好玩，其实可以一路喺度讲下嘢啊，同大家一齐分享我玩游戏嘅时候，玩嗰啲周末嘅时候个过程咁样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如果大家有啲咩题材可以推荐俾我嘅话呢，咁啊最好啦。咁我就可以早日出山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依家呢，就睇下点啦，计划下点样出翻山啦。咁啊，呢个 channel 我谂。会继续用嘅，咁啊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退订阅，其实冇所谓嘅，大家熟我嘅人都知道，我不嬲唔重视订阅同 like 呢啲嘢嘅，咁啊，最主要大家开心嘅啫。咁我亦都好希望即系中意 Pokemon 嘅人就四楼想讲啲咩？总之我营运呢个 channel 讲到尾都系想。大家玩 Pokemon 玩得開心啦，大家可以一齊好開心咁玩 Pokemon 啦，好融洽咁樣啦，呢個絕對係我咁呢幾年嚟一直嘅，唔好話目的嘅，即係個心嗰、那個宗旨係宗旨係啦，咁啊，對於一啲黑粉啊 haters 嚟講，即係之前抨擊我嘅人，如果你呢啲人聽到我做嘅話，就我希望你哋就盡量。就冇必要傷害自己啦。既然你唔中意我咧，就希望你唔好喺我嘅地方出現啦。咁如果你享受我嘅嘢嘅話咧，我嘅資源嘅話，咁我希望你哋都應該，就算你哋唔懷感激嘅心啦，咁我唔識講，你哋中意點就點啦，我已經唔在乎。但你哋唔好惹我啦，喺現實上邊，我現實上邊，我都係人嚟嘅，我都會有脾氣嘅。咁啊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好多謝大家，即係聽我費，聽到我講到呢一度啦。咁啊，大家有啲咩想同我傾偈咁樣，都喺度留言啦。同埋最近有啲朋友都喺我陰陽師嘅片度留咗言啊，幾年前，一上上年嘅。咁我話俾大家聽，我最近呢3個月啊，3個月嚟講呢，都沉迷咁玩翻陰陽師啊。咁啊，抽到好多 SSR 一回波之後，我回波之前呢。乜即系啱啱退？我之前退坑咧，我得2隻 SSR，我依家大概都有成8隻9隻，几好彩。嗱，同埋依家最近有啲病啦吓，大家即系天气转啊，都唔算天气转，不过依家又湿又冻咧，好麻烦，着多件褛啊，大家。好啦，咁啊呢条片暂时嚟呢度，咁啊有啲咩想一齐倾偈咧，就喺留言下边讲，我会尽快复你噶啦。咁系咁先，拜拜。